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尔，英文名是 Michael，很高兴啊，今天又和大家在新的一期的留学生节目中见面了。今天我讲的一个主题呢，是关于排名的。大家应该知道啊，大家应该也看过我节目的都应该知道，在半年前，大半年前吧，我做过一档排名的节目，就把世界上主要的一些针对于外国学校的排名，给做了逐一的分析啊，对他们做了一些评比啊。也做了一些那个拆解，就是把他们这个排名的主要的方法呀，或者对于中国学生申请者来说，有什么作用呀，以及参考价值在哪里呀，这些都做了一些分析。我也邀请了美国当地的学生啊，做个采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搜一下我景耳的节目啊，让他来讲一讲排名到底有没有作用啊。从这些采访中或者我做的节目中啊，大家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在美国排名是挺重要的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学来讲。大家如果关注美国一些好大学的定期的新闻发布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凡是逢这个排名发布，他们这个学校都会在那个主页的头版上把这个，如果学校的名次挺好的话，他就会把这个公布出来，甚至是学校名次并没有好，甚至下跌了，他也要公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排名在美国也是很有影响力当然这个废话就不多说，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排名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大家也应该知道，在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叫做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这个排名，新闻周刊，美国新闻情况就美国新闻周刊的这个排名。它这个排名呢，主要是一年一度啊，它有很多排名啊，不同的文理学院、大学校或者是研究生院不同科系的排名。那它一年一度的对于美国本科教育的排名呢，就比较权威，因为它是最早的，而且呢，在美国也是说是被社会大众呢广泛认可。当然，争议很多，我待会要说啊。而且在中国呢，大洋彼岸的中国也是被很多人认可。那么今天我就讲一讲它这个排名到底有什么猫腻啊？因为它最近啊，这周一刚刚发布了这个新的排名，那这个排名明显的做了一些改动，特别是它的那个方法论做了一个较大的改动，导致了排名后面的就是50名啊，在30到50名的或者30到60名吧，这个很多学校的位次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我将来待会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然后呢，我要讲一讲。刚刚提到了争议在哪里？这些排名到底有什么争议啊？我要给大家来讲一讲排名的劣和优啊，排名到底是不是有没有优点呢？肯定是有的，对不对？我刚刚说，如果排名没有优点的话，他就没有人那么多人信任他，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学也不会理他啊。为什么现在大学的介绍里面都要把自己的排名给列出来？说明他真的是管用的，是有用的。那么他有没有缺点呢？那还是我不得不说，很多排名，不同的排名都有它的局限性啊，各自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所以今天我就来讲这些内容，首先来提一下 US News 这个排名。我想，如果大家是在中国经历过留学经历过这个考试，经历过择校包括你在中国从事于考试的教育留学教育或留学的这个咨询，或者是你是一个考生的家长，你肯定知道那个我今天所说的这个排名就是美国新闻周刊的一年一度的大学排名。那么这个排名呢，我先把它分解一下，它主要关注在哪些地方呢？那个排名它主要是关注在什么？关注在一个是声誉，叫 reputation。这个声誉呢，它是采访，它是 survey 就是用问卷调查这个行业中他认为比较权威的人士，包括一些学校的老校长呀，什么现任校长呀，包括院长呀等等教授啊。它这个占权重估计应该是到20%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教学的成绩教学成绩，教学成绩里面它就包含着一个。新生返校率本科生毕业率，6年毕业率，以及这个他今年新加的一个叫做 social mobility 就是社会的贡献，对于社会的这个社会贫富差距转移的促进的作用，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的作用这就是他的教学成绩应该说总和加起来应该在30%多。那么还有一块呢，这两个加起来就50%多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块呢，是关于他的资助就是说他这个学校对于贫困生、对于优秀生的资助奖学金情况，那也要占到20%剩下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校友捐助他也有这一块的校友捐助大概也要5%左右吧最后呢，就是他的学术成就，他的学术成就就是说这个教授的产出论文引用量这个倒占比并不是很多了，就10%什么的，应该是10%以下了所以从这个我刚刚分析过的这个大致上分析大家可以看出来，整个这个 US News 这个排名，它虽然非常有影响力，虽然非常权威
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关注的是什么？是本科生教学的一些实际的东西，就是说非常实际，就是说你这个学生进去之后，比如说吧，他说一个教学成绩，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权重在于什么？新生返校率。新生返校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大一进去之后啊，美国有规定，你大一结束之后你可以转校啊，然后基本上大一结束之后还有人机会，所以他可以转到其他的学校。那么如果大二开学之后，你大一有超过多少人转掉了，那就说明你这个教学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各个学校都非常注重大一的教学，特别希望留住大一的人才啊，对大一的学生特别关照，也有这个方面的道理。哎，他这个有点道理，对不对？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他对于学校来说，你如果体验好，你那个让学生开心，那学生肯定就不会转走了呀。你教学好，什么好，那你这个大一的那个返校率肯定高啊，那你学校评分高，那就是很正常，对不对啊？还有一个，他比如说他说 reputation 啊，声誉啊，学校声誉当然关键了。我要进一个学校，我当然看他牌子了，对不对？在很多中国人说要进学校到底是看专业还是看排名啊，还是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名气，当然名气是很重要了，对不对？所以他采访那些全在美国教育界或者是政界教育界权威的人士，来关于来采集他们对于学校那个声誉的这个 survey 啊，那就很符合这个申请者的需求。我就是要声誉好的学校，所以我看这个排名很有用，对不对啊？第三，他也很实惠啊，校友捐助。你这个学校培养出的学校那个校友，他还爱着母校，而且他捐的多，那你这个学校是不是说明这个学校厉害呢？啊，而且钱多的学校是不是更加的有这个资源更多呢？设施更好呢？还可以请更多可以聘任到更好的教授呢？啊，所以这个有关联啊，所以这些都是优点啊。我就稍微讲一讲它的优点，它的优点是有的，非常客观啊，不是说非常客观嘛，就非常的符合需求。啊，我不能说是客观啊，是符合需求。所以很多中国人申请这个美国学校的时候，很多高中生要申大学，他们就看这个排名，我觉得很管用啊，非常准确啊，因为这就表明了，至少是表明了你这个学校在美国权威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也表明了这个学校的那个这个学生的体验怎么样啊。很多中国学生他要报研究生，他也要看这个排名，为什么？他那个研究生是 master 这个一年制或者两年制的那种研究生，那不是那种搞学术的研究生。那他这种学术研究生呢，他也不需要去看那个研究生排名，因为那个研究生排名主要是看那个搞研究的啊，或者搞那个什么什么 MBA 啊这种职业的啊 JD 啊，或者是职业律师啊这种。他去考一个就是比如说金融硕士啊，或者等等商业硕士等等这些东西，他是看综排就够了，因为综排就能显示这个学校的实力了，对他这个专业是非常符合他这个专业的排名啊，所以这也是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是很有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排名现在发展成了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排名。我说的是美国学校啊，对于美国学校这个排名的这个比较来说，是世界影响力最大。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本土的人士都拿这个排名作为重要的择校依据。那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排名当然也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它局限在哪里呢？我刚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它的这个几个方法啊。第一，它看 reputation。我刚才说 reputation 很重要，它也很客观，它采访的是德高望重的人啊，可以收集。但是问题是，这个 reputation 它能改变了吗？就是说前二十这个学校，因为 reputation 占到它总评里面20%，而它前二十的学校，它的声誉是很难改变的。也就是说，我哈佛、耶鲁等等这美国常春藤，再加上美国的一些前二十的顶尖的名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高高在上，这20%他们永远排在前面。这20%的权重啊，这个 reputation。你要采访一个老先生，你这个德高望重的人，你说你今年把哈佛排第几，他肯定说排第一啊，他说排第一，那明年你再说排第几，他肯定说排第二或者第三或者第四，他永远不可能说啊，我哈佛是排第十，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波动率是有问题的。就算这个学校进步了很多，但人的大家知道，人的心理学来说，你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是很难的。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框架在那里，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所谓的框框条条框框啊，就是或者是有一个我说的是有色眼镜啊，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啊，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比较特殊的。所以这个 reputation 就是个大问题了，因为就不客观了啊。前几名的学校它永远这么厉害啊，就是因为或者是100名的学校它永远就100名，它怎么着也升不到50名啊，因为这个 reputation 这个20%的权重太难改变。你要等这一代人全都离场了，在新的一代人再来改变，所以就很难啊，这是第一。第二，大家可以知道，他这次改革做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他把那个
学校的那个教学成绩里面，就那个30多的那个权重里面，它加了一个 5% 的关于 social mobility 啊，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这一次它加了 5%， 而且一上来就加了 5%。 那么这 5% 主要体现在哪里？它主要体现在你这个学校招了每年招的新生当中有多少人是在美国领救济金的，有多少，而且这部分人他的毕业率怎么样，他的返校率怎么样，他能不能顺利的从你这个学校毕业啊？所以他就考察一个你这一年的新生里面有多少人是领国家救济金的，他也考察这一年毕业的人里面有多少人是领国家救济金的。所以这两个指标加起来就构成了这个学校 5% 的这个权重啊。这一次这个权重变化对于有些大学就比较伤害就比较大了啊，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些精英的私立学校。我说精英私立学校并不是说前30或前20的啊，就是在30多一直到50多30到50名这个区间内的那些精英的私立学校，因为他们传统意义上来讲他们是不太喜欢招家里条件不好的拿贫困救济金的，他们传统意义上来讲就喜欢招有钱人，他们校友都是有钱人。为什么？有钱人捐赠厉害啊，你家庭就是有钱，你将来成功的几率越高，而且你在校的时候你爸妈就可以捐钱了，所以他们一切都是向钱看的啊，向那个 donation 来看。所以呢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啊，凡是那些30到50名在去年2017年那个排名或者2018年排名的时候30到50名的私立学校，这次普遍下降排名，下降1名2名3名4名5名都有，甚至有的多的下降了8名到7名，那么一年之内啊就下降这么多，就是因为这 5% 的权重的变化。很多公立学校特别是加州系大学都蹭蹭往上蹭，还有那个 UCLA 啊，洛杉矶大学分校啊，这次一下子升到了前20以内。大家知道升到前20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一个公立学校升到了美国所有大学排名的前20啊，就是因为这个指标的作用啊。公立大学蹭蹭往上升，然后私立的顶尖的也是挺顶尖的，很贵族化的很精英化的私立学校30到50名这一波就蹭蹭往下掉，就是因为这个 5% 的 social mobility啊，大家有个概念，为什么这一次排名变化这么大，跟去年比啊，排名变化这么大，而去年和之前的八年比就没什么变化，变化很少，但是去年和今年比变化那么大，就是因为它的排名方法变了啊。那么这个变化到底对不对，也有很多争议啊啊，有些私立学校说，我跟你公立大学不能比啊，我私立大学就是要招精英的，我就是要招有钱人呐 你领贫困生的人，很多人他确实是成绩不好的，那我为什么你领贫困那个国家那个给你贫困补助的学生，我必须要招你呢？我招你的话，我是不是挤占了其他人的这个名额呢？啊，所以他就这个就很难说了。那公立大学他本来就是每周都有指标，他本来每个州他就有很多是贫困人口，他就本来就在他指标内的，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做多大的变化，他就那个这个指标就很高了。啊，所以这个排名能不能体现出一个学校真正的实力呢？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他这次把这个social mobility 刚才说到了，他加上去了，他这次损失的那多了 5%， 那他损失掉了是什么呢？他这次损失掉了很多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学校的招生率、录取率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变化呢还是有问题啊，我个人观点是有问题，他把那个学校录取率给取消了，就也就是说我这个学校本来 30% 的录取率，就是我来100个人里面我只招了30个人，那说明我这个学校是厉害的，对不对？而你这个学校100个人里面你招了80个人，就是有100个人申请你80个人都给了 offer 了，那你这个学校显然就是容易进嘛，容易进就并不是那么顶尖了嘛，啊，并不是那么 prestigious 啊，并不是那么顶尖，那么我这个学校显然我 30% 的那个学校肯定要比 80% 的录取率高的那个学校要好了。他以前呢这一方面他是给权重的，好像是 2.5% 左右，就是说你这个学校招生率越低你排名越高，这次他取消，那他取消了这个条目呢，就影响到了30到50名左右的私立的顶尖学校，因为私立的顶尖学校30到50名左右他们厉害在哪里，相对于那些公立学校他们厉害在哪里，他们厉害在他们录取率低，严格，他们的那个SAT 的分数高，要求的分数很高啊，要比公立学校高很多，所以以前呢他们占尽了优势，排名中他们占尽，为什么？他们要求他们挑的同学就是百里挑一啊，至少你要达到一个什么 SAT 要一个多少高的分数啊，至少你要有多少大的一个
你的高中成绩是多少高啊？前10%等等等等。那这次都没有了，或者是下降了，那就导致了这些学校吃亏了啊！就是说要挑精英分子的学校啊，以按照成绩来挑人的学校吃亏了啊！所以这个就，哎，所以大家想想，他这个排名是不是？我这样一说，是不是还有点问题啊？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呢，他还把那个校友捐赠率还是这样放在这里。那我就想了，包括那个奖学金、助学金的比率。那我就想了，你对于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讲，你本来到美国去，人家美国给中国学生或者给外国学生奖学金很少的，啊，他都是要你有钱，你过来等于就是你自费来的，对不对？他的奖学金一般都偏向于本国的学生，啊，我说是本科阶段啊。那你这个权重占那么高有什么用呢？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说，我们比方说我们看这个排名，比如说某某某大学在20多名，但他20多名和一个某某大学50名，但是那50名的大学恰恰他差就差在他的奖助学金上比较少，而那个20名的大学他其实其他地方都没那个50名的好，他好就好在奖助学金比率特别高，但是对中国学生这个20名学校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当然其他都没那个50名的好，他只不过是给当地学生美国学生的奖助学金比较高，那么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其实这条是没用的，但你被他忽悠了，你就觉得他排名高是20多名，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啊。所以总之啊，这个 US News 啊还是有问题在里面啊，我不能说这个排名很成功，但它就没有问题，很多人都提出了它的意义，特别是在它今年大改动的前提下啊，大改动那个标准大改动的前提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前20个学校啊是万年不变的，就是我说的是，今天刚刚提到就是 UCLA 它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家公立学校冲到了前20，之前的话它是万年不变，全都是那么几家老面孔啊，私立大学，那么也显示出它这个排名啊，有的时候啊。就算他再改怎么改规则，那前面这几个学校确实有些排，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 reputation 啊，确实是这个这一项啊，是 survey 的这一项确实是比较固化了啊，也影响了很多学校的积极性。那我这个学校再努力，我总是在25名或者是21、22，我总是冲不进20名，对不对啊？这也很有问题啊。所以今天我就讲这个排名，我希望给大家呢带来的就是把这个分解掉啊，大家知道看清，透过这个排名啊看清它的本质的在哪里。今天我这个排名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还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进而啊，包括我的一些团队最近做的一个事情，做的一项事业。我觉得这个事业呢，我很值得，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并不是炫耀或者是推广啊。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我认为排名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而中国内地啊，现在还缺排名。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有很多大学的排名，对不对？包括什么上海交大有一个什么学术排名，还有一个姓武的啊，有位武先生排名啊，武术的武啊，武先生排名啊，还有包括什么软科排名等等等等，这些排名各有各的优劣啊，有些是注重学术啊，有些是注重什么数人头啊，你教授几个啊，数人头，有些是数你这个论文数啊。有些就是直接数规，有些是比较水了，这个有些排名就是看你规模了啊，你这学校人数越多越这个面积越大也就越高啊，等等等等。好，那么有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客观的、非常接近于真实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排名呢？啊，我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所有的大学的排名啊，我说，特别是关于有一科，我觉得大家应该必须得注意，就是中国商科的教育，中国有很多很多学生。就算不出国啊，留在国内他也要读商科，但是商科包括中国的 MBA 啊，现在越来越火爆啊，报的人越来越多，就是中国大学自己的包括一些硕士啊，就是所谓的专业硕士吧啊，包括 MBA 非常火爆，但是就缺乏一个对于每一个学校专业硕士和 MBA 商科教育的一个客观的排名啊，所以进而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想宣布的就是我参与的我主导的啊，我们团队合作一起完成的一个关于中国 MBA 教育的一个排名已经完成了。这个排名我希望把它做到的是个什么，最客观，最不需要有主观的东西在里面，而且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给大家看到一个完全科学的依据，并不是说我自己把这个科学依据给藏掉，我说我这个排名就是这样了啊，而是把他们完全公布，而且要得到，我希望我也要有信心可以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包括这个排名还将运用到一些大数据
包括大家都知道很流行的 Python 啊，这个软件的一些技巧来抓取一些信息。所以这个排名将会是非常科学性的，非常超前性的，非常有创造性的，以及非常能令人信服的排名啊，这四点。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大家预告一下具体这个排名的信息，请关注我们华尔街电视以后的节目。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再见。